讲到第五是元音，啊，是元音者，这个一定要备齐两份这个教材，一个是石牛的那个第七到第十，一个是五教，啊，这两份教材，先把它翻到你旁边来，啊，一个是从第七望牛存人的那一章。跟五教、小教、史教、中教、顿教、圆教的这个哦，这两份。好，那今天最后一堂课，这个第五我就要把它讲完。好，是元音者，元者就是，当然这元这个字大家都不必再另外说了，就是圆满。就是圆满不偏啊，不偏就是圆啊，它也不违，所以叫做是圆音者。圆者它是不堕在世间种种差别相中的，就叫做圆。它必定能够圆满一切差别相的，所以叫做圆啊，圆。所以讲到这个音，音是什么意思？音，像下面讲，为此说成之音。说成之音，刚刚就所以说，刚刚之前就在听耳通啊，跟这个刚刚之前讲的那个听呢、啊，就一直先啊，先已经在帮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音跟听了。音就是什么？诸法，任何法中现前时所有作用时，它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它的义体的传达，义理的传达。当我们最初在接受这些义理的传达时，这一些义理的作用变化，在内心之中感觉上什么，就好像彼此之间的义体传达之中就有彼此的激荡。比如说相扣，两个相扣，两个激荡，这叫做音啊，也叫做传音。所以说成之音，所以缘起法中，所以叫说，说是什么意思？说就是开示的示，开示的示。开示的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示，也叫做机感相应，机感因缘跟能感现前的相应的，有形言现啊，机感相应后有形，形状的形，言形跟言都现，有形言现，形言现前。行中一定能够现种种言，因为行中就在什么述种种行，它必有所述。言中就是告诉你它像它能够成就什么样的种种相，所以行言而法啊，就行言现，应机而摄化也，应机而摄化叫做说。所以说这个中国字从一个言，从一个对啊，对叫做现前，对就现前，一切言者叫做思维，思维现前就叫做说。一切思维现前，就是叫做行言现，所以叫说。说成之音，说就是明白了，音也明白了。成之音就是任何的缘起现前的时候，都有什么？都有它的表达，都有它的表法，都有它的表法。然，看讲义，然因山具足智慧之障，哦，有具足之障，智慧之障。任何的成像现前的时候，因山都是具足智慧之障。它具足一切圆满智慧，为什么叫具足一切圆满智慧？虽然它随缘所现的种种成像纵然再有不同，但是它都是什么？都是趁体而显，就好像镜子现色的时候，趁缘所现的青黄赤白所有种种
东意境不同。但是所有这些青黄赤白都是趁什么一体的尽兴而行。所以有的人在青中，虽然在差别的种种缘起相中，在青中，他能感觉到青中在随尘的种种造作，也能感觉到青在静体之中的种种光明。所以有的人光觉得这个青这一个字，就是光着干光觉得一个单一的因缘里面，有的单一因缘里面，他能够把这个整体的心中的豁达能够表现出来。虽然你现在还是在尘相中的分别里啊，呢在青在黄，可是他在青中感觉到什么辽阔的青中的豁达，辽阔那种青中那种开阔融通，或者说那种光明的现象，他也可以随着什么，也可以随着静体现青时，因为它毕竟都是一体静体所现，所以随着静体现青时，它能深入种种青中的种种变化缘起，所以它能够越来越走入青中的种种执着，青中种种的变化，它也可以越来越变少，变得感觉到青中的智慧所体会的越来越少。所以有的人，我所谓的少，就是他越来越执着于静。他最初也可以感觉到心中的豁达，也可以看到躲在心中的内心之中那种心态中的那种执着。虽然在一个因缘上面，就在这个镜子上做比喻，他在说事之时，说这种相这个形跟也因时，他其实都是什么？是具足的，因为它都是一个镜体显。因为你只要在一个镜体显之，你只要随缘故，你会念念之中什么？念念从缘入缘而渐渐，反而体中的清净豁达呢，心中的豁达越来越少，叫你堕在尘执中的越来越多。既然在一个镜体显的，假如在尘相显处，你要是随体故，你就会在这个尘相之中感觉什么？它渐渐一步一步，你会发现这个尘相之中，所以这成就它越来越开明开显，还有智慧开显。所以每一个法中，随因缘现前处。就在净色跟净体上表这个做解释时，每一个成像中，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圆满具足的智慧之照，它都是圆满具足的。但是随众生的因缘不同啊，所以下面叫随众生机有生浅之干。随众生的机，机就是跟它相应，机应跟它机应有生浅之干。因为它具足什么？具足体跟用二法。众生又具足什么？具足什么圣跟凡，再圣再凡。我所谓的圣，不是说一定要说你成圣，就一个向圣，一个向凡，一个甘愿堕于凡，一个是已然愿意向圣，向圣跟向凡。就像刚刚讲的譬喻，净体随缘的时候，净体之中它就具足什么？具足净体的本来就是缘起当下本来净体的这种光明豁达，也可以具足成相之中的所有一切的因缘造作跟变化。那要是有相烦的人呢，他就会跟尘相现前处，他会背视于净体，而念念之间执着于尘执。有的像尘像净的像圣的人呢，他会在一切过去众生的尘执当下，他念念感受到都是什么？都是净体的根本无作的光明清净。本来镜子现色，他就具足这一切道理，本来就具足一切道理。那所以众生因缘不同后，在中间再取着任何什么跟他机感相应的所有一切的体会。所以刚刚是在净体跟净色中讲，那在你的决心跟念头呢？其实你要真正思维时，若是你真正向圣的心中的发愿已然赤诚，你在每一个过去的尘执当下，你都能够慢慢体会出什么？你觉体中的大明，似乎尘执它就在为你标指你根本的觉体中的清明。假如你是现凡之时，在每一个念头起处，你就似乎会看到尘执张当下，它为你不断的什么加深作用，让你永远堕在难以自拔的沉沦中。那你那一念就好像刚刚讲的净体跟净色一样，不管你是堕在哪一念，其实你那一念其实都具足什么？具足一切圆满道理。因为他没有离开过心体，因为没有离开过心体，所以他具足一切圆满道理。华真怎么没来了？就跑了？在外面听。在咳嗽，没关系。所以这叫做随众生机啊，有深浅之感。
但是在这个上面来讲原因呢，刚刚是讲懂得道理以后这种深浅之谈，但是这里面都在讲什么？讲一个行者，不在一些一般的凡夫上说了，就在行者上说了。就是同样，你已经知道原因了，既然是原因，就是你根本的圆满道理上，在圆满道理上，还随众生际都还有深浅之感啊，都还有深浅之感。所以因生的智慧之中，它本来具足的智慧之藏，它不管再圣再凡，它都具足的。可是今天全然都在向圣中说，它还是具足什么种种差别之相，还有种种差别之相。那种种差别之相也是随众生的机感不同，所以他在里面拿领取的，他就有所不同啊，就有所不同，都是一因说法，都是一尘在言法。可是随他的因缘，因缘就是过去的发心的感受不同，所以他体会的就差。就像刚刚上一节课讲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也是一样啊。你发心永远都是在小上面，你不可能去发那么大心，永远当然你体会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但是你讲到这些东西时，你还要知道众生根器啊。你要是真正有的众生啊，叫做真正这个娑婆众生，你要是让他知道苦，他就能够断苦的话，他根本不需要一切善法来拔济他，也不需要一切世间的善行来去帮他培这个福。他听到有苦，他就能够断苦的话，这世间人早就都成佛了。你讲尽说世间的知苦、断集，你讲尽世间道理啊，有的人就算发心要知道要断苦了，可他没有这个福德，也没办法断。没有福德，连那个智慧都能够体会，都很是浅的。刚刚讲说，随众生经都有深浅之感，体会都微薄。所以你要讲到这些真正灭苦之道，真正为众生拔尽灭苦之道，你也要知道为一切世间烦恼、凡夫、苍生为他培福、植福嘛。你没有世间善行，怎么植福？没有这一生中没有植福。有的人他是多生累劫植福，今生搞不好他是什么？他能够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过去发的大愿，今生就能够证到什么？也是先证声闻的，先是声闻果地。你不去，你应该是善导一切慈善事业，你应该是善导一切是这个佛门中的一切种种的求福啦、祈求啦、祭祀啦这些求福，善导。你不要因为学校没有好孩子读书，你就把学校废了。学校里面没有孩子读书，是因为可能你办学不好，不然就是你业力太糟。你看的学校都不是好学校，像过去啊。像就像我的这个业力，怎么读的都是那不好的学校，我就没办法考建中啊。那建中是好学校，对不对？我考不上啊，那所以我旁边都是放牛，而且不但不是好学校，而且我属牛啊，所以都是放牛班，对吧？我都在放牛班里面，对吧？每天老师就准备牵着我们这些牛去吃草，对吧？那不牵我们吃草，我们就跟他吵。所以你要感觉到这是你的因缘啊，所以你要知道随众生经有深浅之感，所以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众生机感，你就量了所有的一切的所有诸法所应该所示的这一切原因，你应该是要是真正懂得这个原因时，懂得这个大觉心性时，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小孩子，虽然还没有到达博士，他的最初才开始要上小学嘞，可他心中的利益的志向已然是什么？已然是。他的志向已经是要到世间最圆满处了，智慧最圆满处。因为他最初的利的志向要到智慧的最圆满处，所以他会在现在的小学里面，他就自然而然他在成就小学的课业时呢，他也就会发觉什么？发觉在课业之中还有他的不足。因为他至诚恳切故，所以别人在跟他讲说小学的教育，在讲一个超过他小学教育中的道理时，他会心中好要，原来还有一种道理比现在学的更深，所以他会一步一步增上。所以这两个相都会有的，所以为什么你是一个断苦的人？我突然告诉你真正断苦的这个心中的根本的面目时，你却说这我不愿意听，那表示你根本没有学习心哎。要正当的学习心，你应该都是听到一句未曾闻法，你可以听完靠药，这叫做正当的学习跟觉醒，叫未曾闻法。这除非是乱讲，要是讲的是真的，要经书上讲的看起来是真的，你看起来懂得道理以后，你会释迦牟尼佛会听一句未曾闻法跳下悬崖，这才是真正学习心啊！你怎么会不好要听呢？所以
几千年来的中国佛教，然后就这样子，难道从我们现在开始，那之前的所有一切祖师，那该不都是骗人的？所以这都是根本，这都是现在的法难啊！但是现在出来的这些人，你看他知识水准都很高啊，所以他要当下要急忏，要非要急忏，不然这一生中啊，将来必定有业力。所以本来具足智慧之藏，随众生机有深浅之感啊，深浅之感。所以这个深者，什么是深？深就是能够穷极，就是深。什么是浅？浅就是真正在法上就叫做少闻，听得太少了，心里懂得太少，少闻，叫穷尽穷极。这个感字啊，深浅之感就是什么？见其深也，能着其深。刚刚就是因为他是元音嘛，所以他内心中之所以能够明明白白深，这个深字上次已经讲了，深是什么意思？闻，就是唯文思那个闻，就心中豁达。达理故称之为文，但是在文中时的时候，心中什么？它能够激发种种声，声是从哪里来？是从种种外面说跟道理、气味种种声音、音声呢、啊，音相相扣，然后心中升起种种，能够发起声相，从声中能够什么豁达于文，所以在音在声在文，音声文三呢、啊，根本就是一体，根本就是一体，在文可以当做是体。在身可以当成是相，在因就是用，在因就是用，在因生闻三就是一体，所以叫做见其身上。所以再看下面，若于身上，在这个身上因身上面，身这个字在中国字上也有讲说，因发于外，因是发于外的，就外面就是相即，因发于外，身闻于内，身闻的豁达，闻者豁达。通达是在内的，身闻于内，音是发于外，你感觉到音是在外，身是闻于内的，但是这个音声根本是一体，只是最初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有跟沉江处交扣，就像心跟所有的世间的一些义理相扣是音，扣的当下在你内心之中能够起出种种的激荡，能够起出种种的，能够心中的种种的那种感受，身已经闻于内了，然后。因生二相，从此以后让你根本能够通达一切智慧，就叫做闻啊，体那个叫做闻啊，这个叫做这才叫唯闻啊，这叫开悟了啊，这叫开悟了，所以叫身闻于内，了大小因蕴，了这种种的大小因蕴，因蕴就是什么？是大。是小，就刚刚跟讲说是大心小心，这所有的一切，大者讲到全面，小者或者讲到就只是一半，或者是不全面，也讲小。大者叫做圆满，小者叫做不圆满，反正大小两个字啊，就是这样的分别啊。一个是在全面上说，一个是在不全上说，一个是在大心上说，一个是在还是在小智发的小心小力上说。那这所有的里面，你看到成像之时，它所激发的这个大小因，其实它都是什么？它都是跟你的业感来的。所以在每个成像，它起的种种因生的波动，它在你内心之中所泛起的激荡不同，那叫做因蕴。因生的波动激荡不同，那大小因蕴，全是假立，空无所有故。全是假立，为什么假立？假立是什么？假诸缘起，都是假诸缘起啊！假立就是假诸缘起，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不管大小因，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它其实，在因中是在尘中之因是根本具足，但是它随你的因机、因前之机种种不同，所以它能够感召因前之机，然后再唤起种种大小、种种不同的差殊的种种因蕴，所以这里面就有种种差别，但都是假诸，其实上空无所有。所以为什么这就像刚刚讲的那个镜子现出那个清是一样的？我想说因缘不同的人看那个清的感受不同，但是所有的一些青黄赤白其实都是在镜子中显的。镜子真正显这个清的时候，它有刻意要发什么大音，要刻意要发什么小音吗？刻意要发什么圆满的解释，刻意要发什么不圆满的解释吗？从来没有，它本来就是一个镜体所显。所以在觉心上现念头的时候也是一样。
明明是过去的念头，可是一个行道行人在从此以后在念头之中，他念念之间就好像为他指成归他的道路。一个凡夫人就在他的念头当下，念念之间就是让什么不断牵引他堕在根本业感的极深之处。那么在这个决心现这个念时，有刻意要表现什么吗？没有。假如他刻意要表现的时候，假如他真的是刻意要表现的话，那你为什么会不同的人同样听到这个音，他会去体会，体会的却会不同，启发的却会不同。所以同样的一个声音，同样的一个道理，同样一个色相，只要他是刻意一定要这样做的，那每个人一看了，每个人听了都应该都堕，事实上不然。所以你会发现，随众生机缘不同，所以缘起不同，所以缘起不同，它都是假立，假出种种缘起，所以是根本空无所有。所以一切法中，一切念头起处，根本没有什么，没有设定你是堕，没有设定你是身。所以不管在身在尘，没有身，身就是身上来，尘就是沉下去，在身在尘，哪有谁在为你设定？都是空无所有，其实空无所有。但是却随众生的业感之中啊，它就有什么深沉、深沉跟深浅之感。深是深漂浮，那个深深起来的深，这个深浅是深极深的深啊，就是深浅的深，就不一样。空无所有，知道它是假的，空无所有，全部大小因缘都是随缘而现而已，空无所有。但身是实者，这个音中的音韵是随缘假立的，音韵在内心中激荡是随缘假立，但是能够体会，就是说你能够体会这个道理的那个心是实有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是实有的，这就是小圣根基，这是小圣根基。虽然他能够在法中啊，已经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缘起，法中都知道是缘起，他的人法我没断，就是能知道的那个身，就是能够在中间体会道理的那个没断，所以叫做还是小圣根基啊，还是小圣根基。所以这叫做啊，这里面还有一个然身是实者，少了这句话啊，不好意思，然身是实有讲有讲，法在言身是实者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叫做法中不自在，法我未忘，法中还是不自在。虽然知道外眼前的因是随缘的，但是能闻的那个心中的清净，就是性中的那个清净，那是实，那是实啊。虽然不堕在能所中啊，不能讲能闻，不堕在能所中，小圣人还不是堕在能所中的，是实啊。但是心中的法我未除，所以叫做 不自在，此乃小圣根基啊。所以看五教这份讲义。讲到小教，小教，此教以随机故，都随机故，都说什么？就是随种种因缘缘起的现前时，随种种缘起现前叫做随机，任何缘起现前时叫做随机，啊，随机故。但说人空不明法空，啊，人空，人空就是人我除了，法我为除，人我是除了，人空，人我就在因身上种种造作的相上叫人我。但不明法空，他现在潜意识中还有个法我执还在，法我还在。所以现在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这些起心动念里面，刚过去堕在种种烦恼的这些，所有一些事项，所有一些感受，我知道都是随缘现的。因为缘起故，过去随着那种机缘故，过去的业感机缘故，所以现的。所以我对这些所有一些现象，什么心中已经都能够堪忍，不能只是堪忍，就是已经看破，但也叫堪忍，都已经完全堪忍了。它在你心中在做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能照的那个法我未断，眼前那个堪忍的那个能照破的那个未断，法我未断。所以他在成相之中啊，绝对不随任何的梦境，不随任何念头的势力流转，所以心中清清楚楚，直指这个心中大觉的性体是最初见性，啊，见真性。所以纵少说法空，纵然少说法空，亦不明显。纵然有的时候会跟你讲一些法空中的道理，但不明显，啊，就好像你看到那个
现代人呢、啊，当然在亲近道中，《阿含经》中讲的法空啊，人我人法而空啊，这其实你要是真正懂得佛教大觉心体，又在讲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阿含经》中也没有说没有讲圆满，是你体会的不圆满，是体会的不圆满。你真正懂得道理时，你看一切法中讲到一切名字，你在你其中都能够讲的，都能够体会到圆满处。讲到无生啦，讲到怎么样的，讲到知苦啦，你都能够体会到圆满处。所以讲到四圣地，大圣人也讲四圣地啊，可大圣人讲的四圣地，因为机感不同，讲到地址也是全然不同。所以《华严经》中也讲四圣地啊，也讲四圣地，这道解释全然不同。所以你真正现在呢，看到所有一切讲到这些阿含啦、啊，会干什么？你会发现他有时候也讲法空，他有时候也讲法空，似乎你听到也听到一些跟法空相同的道理。可是若是真正知法空时，那谁还在这边说什么？说离吗？那离这个空不空？真正知法空时，谁还不能够担当呢？不能担当表示你不空。就好像镜子在前面，你知道原来镜色变化其实都是什么？都是镜体一体所现而已。知道这一切变化原来是虚妄时，你不能担当镜色吗？你还要离镜色吗？所以纵然你看到现在所有的一切修小乘法的人，纵然但说法空啊，那亦不明显，就在这里。你要是真知道法空，你就知道为什么担当。你要真知道法空能够担当，你就知道为什么担当之中的本末因缘，怎么样担当？他不但不会堕在种种世间的妄执上，还在根本的法空的根本的清净里面，还长养你的智慧，长养出那个智慧还是法空。因为空中能包容一切啊，那是真知法空啊。所以纵然说法空，它不明显，全然不明显。所以你看到小教里面是有讲法空啊，讲不明显。你看看那个我刚刚讲的那本书，你看讲了很多，等于发现他后面还是有障碍在那边啊，就是法我不知，要是真知法空，你为什么不能担当？你不要拿到世间相中，人家在那边去赚钱，或人家根本发只是发这个慈悲心，又不学佛，发这个就像这个做这些慈善事业，但是跟佛法居然是背离，那这个你要排斥啊。一个真正发了善心的人，应该是走到善心若是赤诚时，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上学的孩子，若是发了一个真正圆满的发心时，他的心应该是会增上的。你怎么会在做善事的时候，你会居然觉得哎，佛法可以不要学，善事就好了呢？这一句话哪里来的？你的心若是正常长养的时候，这一句话应该会有智慧现前的。那这一句话哪里来的？就是你过去在做善事的时候，因地心中一定不是求名，就是无名。无名不是说不要名的，是不知道不清楚无名。不然与心中若是真正圆满对待的时候，心中是应该会为你增上的。你在一个慈善中发了个悲心面对别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我这样的还不毕竟。你正在呵护一些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我这种行为只能拔起他一时的苦恼，不能拔起他生生世世的苦恼，所以你更会增上啊。为什么不能增上呢？为什么最后都说你们以后什么都不要去学了，不要去受戒了，来参加这个团体就代表受菩萨戒了？这都是胡说。这种你可以棒斥，但你不可以棒斥他的法，以后你断灭了慈善机构嘛。所以我每天也在棒斥啊，但我没有说那个慈善机构不足啊，还是要啊。你要善导他嘛，对吧？善导他，你可以这样，你要可以要明白道理嘛。要明白道理，所以要是真正知道法空，就怎么会在那边妄执呢？所以单一六识，三毒建立染净根本，只是在六识而已，只是三毒建立的染净这个根本上面是未尽法缘，只是看到就是在染净上面，是染是净，在这做根本，就是只是染净根本，只是在一六识。以一六识表示什么？你还是什么主末？大觉心体是本，六识是末。你是在逐末，在末上面，在那边说染说净吗？就表示你不就是不愿意见本，如同人家躲在梦中，梦中受种种苦，你在梦中说种种脱苦之道，你只要出梦见本就好了，你何必还在梦中说种种伎俩呢？所以这都是什么？
你在梦中之中所说的这种三毒建立，什么燃尽根本，都是未见法缘。你是根本没看到你的根本心本来的面目，所以叫未见法缘本来面目。唯论小圣，名为小教，这里面就是小圣啊，全都是小圣，因为它所有的根本未通，就是刚刚讲的深浅之感，浅闻少闻，听得不多，少，所以又叫声闻啊，又叫声闻。所以他从因声而达闻啊，因声而达闻，只是那因声达闻就在哪里说声？这里面讲的声就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声哦，那个声是心中的法相，那个声是心中能够去什么？能够去体会种种道理的心中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讲的声是什么？是给他一个方向。因声达闻，那这个方向在哪里？这就是以六根嘛，以六根六尘，六根六尘才有声。既然建立到身的名字上，六根六尘就是身，就是身，就是身教，在六根六尘上叫做身教，对吧？你要是真正知道是大觉心体，那就当然就是出了一切身教，它全然都是大觉心体，就不在一切身教上面。身就是什么？身就是一切与一切缘起法中相集，所以叫做身，啊，所以这里面讲身的方法又不同。然后在这里面讲的是小圣根人啊，小圣根，那就看到这个石牛图的望牛存人。那这样子讲啊，你不然的话，你们都会搞不清楚啊。放牛存人，放牛存人上面有一句话叫“法无二法，牛且为宗”。法本来没有二法，这个时候他已经证得法无二法。因为过去都是在什么？都是在牧牛，就是在寻这个心牛。所以以牛这个东西什么？且者是姑且，为他为你的行者的根本，就是寻牛。根本其实法根本没有二法，在心啊就是法，在法就是心，从来没有一个无心之法，也没有个无法之心嘛，所以全体都是心嘛。心起的当下就是法，法起当下就是心嘛。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法是心中法，心是法中心，哪有二法？这个人他已经看到什么？这个人已经证得是真心。但是为什么叫牛且为宗？就是以寻这个心牛，就是在找这个心牛。知道法已经是不二了，但是他还要看到什么？看到就找这个心，知道完全都是心。但是找这个心呢，还且为宗，姑且，且者还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当然也有的经典上是写什么，因为古人写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到后面可能就有一些字啊，先搞不清楚是哪个对了。有的地方写的是牛目为宗，拿着牛目为宗，当看到它为宗，不管是目为宗还是且为宗，表示什么？虽然知道法无二法了，但是还是什么？还是且在，还是姑且，还在什么？还是在这个正心上，还有个得，可以证得这个心可得。牛且为宗，宗的叫做本，啊，牛且为宗，所以连这个在这个用上还是没有失，因为他已经觉得证到这一念心了，就是抓到这一念心了，知道是无二法了，但是还有什么？还有觉得我还证到这个心了，有个真心真性可得，啊，叫牛且为宗。所以欲提兔之异名，提这里的提就是什么？这里的提就是捕兔子的，啊，这叫做提，又叫做这个提。你不是赵，是一个木，在一个地底的地。嗯，那有没有这个字？提，它这是往兔子的，往兔子的。显全鱼之差别，全也是捕鱼的，是吧？兔子啊，你要提是因为要捕兔子以后方名为提，全是因为要捕鱼的。所以庄子有一句话什么？得到鱼以后要忘记这个犬，他是要捕鱼的。得兔也叫忘这个替，这是庄子在这讲的。比方说这个是要捕鱼的，你比方说到了兔子以后，你还留这个犬干什么？还有这个功，这个这些都是只是作用而已，全都是作用而已。但是这里面讲说欲提兔之异名是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提是因为要捕兔子的，
所以它里面一个是为兔子一户，还是立名为体一名，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所有的它的建立成就的因缘的不同，叫一名。先全鱼的差别，全鱼是要网鱼的，去做捕鱼的。全是因为要捕鱼而得，所以你要知道，真的全是因为是要捕的，一个是得的，一个是要赌兔子，一个是捕的，一个得的。但它这根本都是什么？其实这里面虽然是一名是差别，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根本一心。一心里面有一个要找心的，一个要得到那个心的，要看到那个牛的，其实都是那个一心。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差别，这个什么是找心的，什么是那个要得的那个心的，要差别，这个里面要差别清清楚楚，表示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存牛望牛存人呢、啊，跟老庄的思想，在那个解释上面，啊，又一点不同。老庄只是知道的得鱼忘权。得于忘却，知道你要，你就好像有点类似，好像你到达了彼岸就要什么，这个船筏你就要弃了，就不必要那个船筏了啊，有点类似。但这里面的解释不是在那个上面解释的，表示他已经到了法无二法了，可是在寻流上为重，在照到这一点上为重。所以念念之间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大觉心性里面什么，有一个照的这一念心的，有一个是心体现的。所以真正证到声闻人的，到这里里面来讲，所有的心中的作用还是不是？全鱼提兔还是不是？心目中的作用还不是？不是。念念之间，眼前一定有人看到，眼前一定看到是念念之间有一个大觉心性，它不是种种法的。但是也有所有的一切种种因缘现前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开显种种心的。所以从心性之中，它非种种法，在一切法中，它能够显种种心的，啊，都。这些所有的一切作用行为清清楚楚，就行者在这里作用清清楚楚，这个时候你是提还是兔，你是权还是鱼，你不是得鱼忘权而已，你都不是，你全都不是。书所以说叫如镜出框似月离云，你可以看到心中的一切作用都不是，你已经知道这个意名种种差别，这种作用的种差别意名，那你已经都不在当，表示这个心从此以后什么真正离一切妄，妄中的作用依然能够显现，有心有种种用，在用中显一切心，那四部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这个全鱼之相，有提兔之名，但是你都不是了，四金出矿，你再也不知道这个造作上，四月离云，一道寒光，微阴结外。一道寒光，寒光就是幽深莫照。你非是种种相，可是你却在这边能够照现种种相，叫寒光。幽深莫照，莫就是一个黑一个全，莫照，幽深莫照。微阴结外，微阴结外，这是禅宗的公案，宗门都讲说微阴耐判，啊，这里面有没有听过？你们没有听过的话，表示。你们真的学的很少，微阴呐判，常常教你参微阴耐判，微阴是这叫微阴王如来，微阴王如来在法华经中的常不经菩萨品里面讲的微阴王如来，微阴王直接在这个阴身上讲，他能够现种种形就是微，他能够成就种种理就是阴，所以这微阴王如来表示什么，你的大觉心性现出的时候，微阴以前就叫做空劫，更不现身不现形不现阴，叫空劫，空劫空劫，不必现形也无谓说阴，大觉非种种形非种种阴，叫做空劫，空劫你不要在世间上上看，是在大觉心体中看空劫，但是大觉心体非种种身非种种心，它现出那时候，那时候一刹那就叫做过去微阴王如来现，是你最初的觉体现的种种形阴二相微阴，对，所以他在过微阴王现前处就是什么，入到庄严劫开始现种种世间了，
魏王之前叫空劫，所以常常讲的中文就叫你参魏因奈判，这就是有点类似父母未生之时的本来面目，魏因奈判。所以他叫做一道寒光已经是在魏因劫外，这一道心中的清明早就超越什么提兔之名，早就超越全鱼之别。那你就可以看到呢，一般的小圣二道或外道，又是二道了，对不对？我怎么样，东北人就是一天到二道，小圣跟外道是不是都还是怎么？他不管是在上面都实在，不是提就是吐，不是吐就是不是全就是鱼，所以就是老庄才叫忘记全，可是忘记全他还有得鱼啊，这边是超越，连鱼都不可得，坐相都不可得，所以叫魏因那判。魏因奈判这头一道寒光，魏因劫外。因为这个里面不能讲太久啊，这里面今天要把它讲完，还有半小时了。所以，这叫做骑牛已得道家山，骑牛还有驾驭之相已得道家山。但是他已经知道法无二法，但是依然还有什么？还有能够找到这些心，就是能够治愈这些心的这个念心，这念心未断。法人虽然说牛也空兮，人也闲，牛也停下来了，人也闲。所以这牛也空兮，人也闲，就有欲有于提兔，有欲于全鱼。本来法无二法，就为了得牛，牛才说觉得有骑牛相，所以才牛且为宗。所以得了牛以后，牛也空兮，人也闲，所以提兔二法你就超越了，也是超越了。可这里面能住的那个未断，所以红日三竿犹作梦，这叫做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所以觉得人也闲了，好像在这边非常自在的做，但是还是梦境啊，都还是梦境。红日三竿犹作梦，边神空遁草堂间啊，边神呢、啊，所以这坐相虽然没有了，坐相边神就是一切坐相驾驭相空遁草堂间，这没有了。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小娇，讲的是小娇，啊，全部讲的是小娇。所以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知道所有一切这个假立空无所有，已经他们牛已经得了，但身是使者，就是能够这个红日三竿犹作梦啊，能够在那心中能够称性的是使者，称乃小圣即性。所以又叫什么？看这个，再看到讲义上来，所以就叫做语法教贤也啊，语小圣即性，语法叫语，语是讲到一个玉啊，一个记，这个玉一个那个宝盖图，那就是记啊，记就是记，心中还有所记，记忘记性的记，鱼的那个心中那个上面那个字啊，就是记的意思，还有所记，还有记忘，所以你会看到，虽然他已经知道法无二法，但内心潜在心中还有所记啊，潜在心中还有所记，还有所依啊。所以就是小圣即性也，小圣根基也。再于在上面讲，于身上即知身是无体，在身上，在一切文性上，就在文中是他没有达文的，可是在作用能文的那个心中，他在身上即知身是无体，他不是随因了，他在因中他是立一切身的，身是无体，是就是所有一切作用他是没有体的。所以这叫做于身于因呢、啊，本无自性，在身跟因本没有自性，随缘成就，因为他随缘能成就，所以横照于性，他根本没有体，但是身是无体，不是说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性没有，他根本没有个自体可得，但是其他的作用常在，身是的是就是作用力量跟作用常在，因为作用常在，他根本没有个体可得，因为交光故才显出种种的。相来叫形象来，所以会视贤理者，他会视。什么叫会视？会视就是在这一切作用之中，在一切这些称性当下，他知道是无体了，但是一定会有力量跟作用现前，所以他称性当下用一心等观，用一心就是在一心之中等观看一切，圆会之法，一心等观圆会之法，这所有一切圆会之法。随诸性起成就自他，随诸性起，所以似乎就有自有他啊，有自有他成就自他，有身有因成就种种自他，
啊，成就自他，所以叫做他。但是他已经能够一心等观了。他既不刚刚已经多能够超越如今初旷四月离云了，但是现在都知道什么？根本无体，连身世都无体。刚刚还有一个身是使者，连身世能够感受到、能够证的这个都是无体的。不过就是会世的时候，在一切性中作用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是还有一个能够体会那个身的清净，使有体会那个身中的智慧，连那个都多余。你那一念心，你要是行者在那一念心时，你连那个心中里面潜在的所住的所记的也都能够脱，啊，就是你能够一步一步登上，啊，就会是先离者，所以叫一心等观。所以圆觉经讲，圆觉自信非信信有，圆觉自信啊，非信信有，他不随种种一切，他不是圆觉立一个信，然后随一切信中能够感觉到圆觉自信在，他非一切的，他不必要立一个圆觉自信。他没有一个什么是性可得，他非性性有，他寻诸性起，缘诸所有一切缘起时，法无边连就感觉到什么？感觉到个缘觉自性在，寻诸性起。所以你自然，你虽然已经离开了种种的法中的妄执，可是你在离开那时候也是寻诸那个性起，你就会觉得有个缘觉自体在，有个自性在。事实上，这个寻诸性起，它也是无取无证，也无取无证。这是圆觉经上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没办法明讲啊，因为讲得很快，将来有机缘说来讲到圆觉经的时候，再跟大家一句一句这样的慢慢讲。寻诸性取，无取无证。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说，连刚刚那个身是使者的都叫做都是性起而已。所以他说会世先离，所以的一切身世啊，在身上面来讲，他的身世就在那个智慧的作用，性体它是无体的，会世才会显出好像有这个体来，所以这叫。已经可以，它就叫做大圣根基啊，大圣即性基，宗教也啊，宗教也啊，宗教。然后看这个五教，五教的中间还有一个叫小教，哎，就叫始教。刚刚只讲到了始教啊，刚刚讲到小教，始教跟宗教呢可以放在一起讲。为什么一起讲呢？你开始懂得大圣道理，刚开始叫做始，圆满这个道理了，叫做终，终者叫始，到了最毕竟了。但是毕竟为什么叫做它只是在五教中叫做终呢？它是在行者世间智慧上的最毕竟，这也不能讲做世间智慧，就是在有功用处最毕竟处，有功用处最毕竟处了。所以这八地以上还是叫什么叫无功用地，在有功用处就是最毕竟处了，所以叫做终教。时间上一切有功用法，他在时间上一切缘起变化，他都已经能够知道性了。有功用处是最毕竟的。先看始教，一名分教，从这里面开始，他能够纷纷得入，从这里开始纷纷体会了。刚刚知道一三毒，在六世中一三毒建立根染净根本，在参，虽然在参，但是倒是真正用心，真正发了圆满心后，渐渐他也会在心中慢慢体会决心的道理。从此以后，他就会进入这个决心之中。他开始叫做此教虽然未尽大圣法理，名之为始，还没有真正圆满尽大圣法理，名之为始。不言定性声闻，无性产提作佛，故亦名分。定性声闻就是老师就是执着堕在，还有真性可得，那叫定性声闻。他不在增，他不在增上的。无性产提就是叫做一产提，一产提叫断善根人，当下都是断善根人。这刚开始懂得大圣这个觉体时，他不言这些不定声闻啊，不就是这定性声闻跟无限产提，他也是大觉体，不言，他还不认，不是不言，不言而已，他不认，还智慧中不能认，啊，他也知道觉心之中是离一切障的，觉心他不是说还有个真性可得，性是什么？他是随缘现前的，真正的真性也是随缘现的立的。所以他能够超越现在所守的那个真的，真都根本不必立真的，何必还再立一个真的？他本来就骗一切的，但是他在道理上还没有真正这个就是圆明。就好像最初在镜子前面，你已经知道原来一切镜色都是镜体了，都是镜体了，连镜体都不可得了，连镜体都不可得。但是你还没有那个力量担当什么？担当在镜色之中那种流转相，中间还有流转相，你镜体变成镜色那个转相，你
没有办法担当那个转，就是进体啊，变成进射中间那个过程，那个转向，你也没有办法担当，它也是进，它也是进，你不敢担当连这种转向，那种变化向都担当，你只知道在进射上是视觉，那它怎么变化的？你敢担当那个变化？你不敢担当啊，你只知道在进射上是进，在进射上的全射是进了，但是跟你讲说它为什么进止，它能够转成进射。这些智慧你还没有办法担当，所以这里面叫做不言定性声闻，无性禅提作佛啊，无性禅提作佛就是这个转，在这个众生的堕法中，这在成本上不足，没有去证得，所以于中广说法相，少说法性，只是在法相上说，少说法性，但是已经在说性了，已经在完全在性上，抉择分明，是大圣之初，在抉择清清楚楚是大圣之初，名为始教。定性声闻的简者，连其性决定不要大圣，就是他根本就是堕在小圣法中，就是根本就是在心中看不圆全，就是定性声闻。阐提梵语句，梵语啊句云亦阐提，华严信不惧，就是他根本不相信有佛道可成啊。但是到了宗教，这是最初来讲，最初来讲，所以这个始教可以跟宗教一起讲，所以连到这个释元音里面，祖师就没有写到始教，直接下面就跳到宗教啊。所以宗教一名实教，因为一定从始终一定入实，所以他就可以直接不必说实教。实教是什么？这边讲定性声闻，无性禅提，悉当成佛。定性声闻跟这个无性禅提，悉当成佛。觉镜子照现时，岁月镜染污处，它怎么染的？它怎么这样子堕的？这都是净体啊，全都是净性啊。觉心为什么会现？都是净性啊。所以觉得定性声闻，觉得所有一切是也表示什么？你表示所有一切觉得一切业感处，它还是觉，这是在相上写的。可是你要知道它的作用处。刚开始你指到大圣时，你还不敢担当那个作用，你只敢担当在色之前，我敢担当它就是镜子了。可是你还没有办法说真的去深刻，没有办法去体会镜子怎么染污的，镜子怎么水染的，镜子怎么样住的。在哪里能够住的沉沦，没办法担当这个净性的作用。你到了大圣最终教是连净性的作用你都能够知道了，净性随缘它现的就是染，所以现染之时你要堕在染中，那叫什么？那叫做阐提，一性阐提，你要阐提。假如你在随中，你一直住在什么？你在随染当下，你住在说我真的有一个真性它是不染的，那叫定性声闻。一定随染的那叫一阐提，那一定说我不染的都是定性声闻。所以这个中间就有这种两种相，中间就分别出这两种相。所以镜子它一定什么？它一定念念之间根本不染，所以你根本不必要定性，但不染之中它一定能够随染。所以随染之中也知道是什么本来的镜子的不染，它在随染之中也就是不染。他为什么能随？又是他不然，所以他能够看到所有一切助性中的作用，他都能担当，所以他能够深入一切众生的万法缘起。这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那这里面就可以感到宗教大圣宗教已经能够担，他已经那个智慧已经照到什么一切作用啊，一切世间法中的作用，他都能够担当了。刚开始是要你担当那个作用是很难的，现在叫你回去参呢，那个每个念头都是觉，你好参的。那种恶念怎么转出来的？你要去参，你很难参。那种心中的那个转向，所以它有两种相：一种你会坚持在觉性之中非种种相，那你变成定性了；不然你就认为说觉性中现前，它一定会沉沦在种种相中而忘了觉，那就变成一阐提了。连这两个他都能够明白，镜子现前的时候，镜子现前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现出种种种种什么。近色以后就现出种种无明，这个你都敢担当了，无明都是净体。即使不管再怎么现无明的时候，有一个性是守在那个净体，从来不变。那不变你去守，只要你守住那个他也敢担当那个性，也是什么？根本都是佛体，大觉体。所以这个叫宗教，这悉当成佛，方尽大圣至极之说。所以千万不要想到说，讲到定性声闻跟无性禅提成佛，就是大圣至极之说。我想说名字之中它都有表法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定性声闻，什么叫做无性阐提，都要搞清楚啊。
你心中的作用就是这样，你不小心就会堕在定性上，我决心中非着重然，你就是定性生闻。不然你的决，你就是堕在决心重然以后，你就不知道了，从此以后不知道心中的清净，你就一定是从一定是成就重重然，就叫做禅体。但是连这个心里面的维系他都能够照见，都能够照破，所以叫做真的叫做至极之说，明之为中啊，再也没有那个法能够去这个就去迷惑他了。一称十理，一名为十，于中少说法相，不在法相上说，多说法性，所以在这边都是法性。哪个在不管在禅体在聊都是法性，全都是法性。在镜子之中，他在镜性之中就本来非种种相，你不必变成定性。他比来叫做能够随一切相，你不必一直干，你就一直以为一定是随然啊。他所以他在任何相中，你不管讲这恶相干什么，他都能够说出根本的法性来。虽说法相，亦会归性，所以都是说性中是大圣之宗教，名为大圣之终极，名为宗教。所以这边叫做会事显理啊，知身是无体，在大身是无体，会事显之宗教也。再看这个第八，这个天哪，这个好像太多，怕讲不完。再看到这个石牛里面啊，石牛里面叫做人牛俱旺。人流俱旺，就是，但是俱旺，你不要说人流是完全旺了，这个旺就是什么？不堕在这个相上了，啊，不会堕在这个名相上，不能忘记的分别，因为他已经证得那个一心了，所以一切之中他都能够证得，就要讲性，就表示他能够都能看到心性中的作用了，这在这边才叫做凡情脱落，圣意皆空，有佛处不用遨游，那处处都是觉，你何必还在遨游呢？对吧？你要是遨游就变成定性，无佛处急需走过，无佛处就是任何你觉得染那是无佛吗？你走能过的那就是佛，你不必在那边还对认为说走过就是你能随顺他走，你认为不是佛，就是镜子现出色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失去了镜体，你感觉都是镜色，忘记了是镜。决心现出念的时候，你觉得不是觉，都是念，那叫做无佛处。无佛处，你急需走过就是了，就是你随顺于他，顺他一过，他就不会出都在一禅体中，对吧？叫有佛处不用遨游，无佛处急需走过，两头不着，一不堕在无佛处，一不堕在有佛处，两头不着，千眼难窥。这两头都不着，非世间所有一切众生的智慧之所能见，非众生之所能见。这叫百鸟闲华一场摩罗啊，一场摩罗。所以这个百鸟闲华有一个公案的，就是牛头和尚没有见到四祖时，去参四祖，没有见到四祖时啊，要百鸟闲华来奉行的供养他。参完以后啊，哎，都没有了，鸟都不闲华。所以公案中常常讲说，为什么四祖牛头见四祖前百鸟闲华，参后就没有呢？就参这个，前面还是有坐相，处处庄严，百鸟闲华，最后已经无坐了，根本不必落在尘埃，对吧？所以见到四祖以后，大彻大悟啊！所以叫做百鸟闲华，也是一场摩罗，一场摩罗二字啊。这边写的摩罗是这两个字，其实在禅门中常用的摩罗就是这两个摩罗旁边都加一个心字旁，竖心旁，摩罗啊，摩罗哎，这个两个字也叫做一场禅修禅，一场惭愧，也就是一种虚度，就会虚度一场，如梦如幻一样虚度，所以叫一场摩罗而已啊，一场摩罗而已，一场也叫惭愧。也是禅修禅，也叫虚度啊，就是虚度，所以才叫惭愧，一场摩罗。现在有很多字这边都不用了，古时候的其实这个中文很常用这些文字啊，但都不用了，所以就连这两个字在字典上，连电脑都打不出来，电脑都还要打。这个罗是什么？罗是一个新加什么再减什么，要这样子打啊，就减什么再加什么啊，真的是太过分了啊。所以这边看到它的里面讲的边锁人流尽属空，刚刚上面还有边锁空遁，边神空遁草堂间，这些边锁人流尽属空，边锁人流叫三轮，三轮都提空了，三轮边锁这是所施的法，人就说是人施，牛啊
就是所失，叫尽属空啊，尽属空，了蔽天辽阔性难通。从此以后，天机大明，这其是世间作意可知，其是世间用性可以通的。这种性里面非世间所有一切意念所可清楚的，啊，辽天蔽天辽阔性难通。红炉焰上真融雪，红炉焰本来是水火不相容，本来不相容，但是这个是什么？现在是水火相容，在任何念头，其实红炉焰上，其实它都处处相容，就一切法中，二相无碍，本来是根本不相容的，全都无碍，你根本不是一切的世界作意可知的，但是入到一切世间上，说一切法法无碍，法法相容。所以真融雪，这个融是这个融，不要写的融那个融化的融啊，就真融雪。到此方能合祖宗啊，你这个才是真正见到你的根本本来面目啊，是方本见祖宗，这是最初见到本来面目。所以人流俱往一步就是宗教而已啊，宗教而已。好，今天想办法把它讲完啊，再看讲义。于身上即知大小因身空无所有，在这个身上，刚才身还是实有，表示你能够体会你纳受的那个身还是实有，但是现之前是身是实，后来知道是身世是无体，但是随性会是显理而已。现在就是在这个身上，连大小因身呢都空无所有，不管它怎么变化，其实空无所有，其实根本就是一心之体，身心动念即乖法体。你还觉得有身有因，那即乖法体。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已经什么？念念之间已经浑然都是一心了，全部都体会到浑然是一心了。那个时候叫做通体视觉，对吧？你过去你听到个声音的时候，比如说弹指这个一声，嗲，你听的是声的。我们现在还是有分别声的，你大家真处处感觉通体都是觉，根本都是大觉心体。你还在那边身心，身心表示你说什么都不知道了，不是。根本就是一心，根本就不觉得再有二心身，就有不身，全部都是心，哪有叫什么念嘛？念叫做金心啊，不必叫金心，不叫做过去心、现在心、什么未来心，那就是一心的金心都不必。所以身心动念不乖法体，他这个人就住在这个根本一法的圆融性德上面，叫做法体。一味一相不可分别者，一味一相。所以要用在文字之中，老师觉得好像就有差别，事实上你就是告诉你那根本就没有差别，一味一相啊，一味一相不可分别者，此乃大圣即性即顿教显也啊。看五教顿教，这因为没办法，最后一堂课讲得快一点，本来不应该讲得这么快，但是你们已经听了半年了，我相信你们的智慧都应该慢慢慢慢都已经体会了，对吧？随便这样子随便几句话带过，心里面应该是在内心之中那个一定是体会的非常深刻，尤其是诸位法道瞪我你们表示我讲了半年根本不讲不清楚，对吧？顿教，对，此教名一念不生即名为佛。一念不生，千万不要在一般人就讲错了。我们常常在过去的时候，过去我在出家前面几年的时候讲到那个一念不生，老是我心里面所体会就是错，一念不能生，一念不生，明明是觉，你怎么还妄力念的名字？妄力那叫做生，根本就是一体是觉，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照见，所以讲到什么都能照见，你又觉得还有念念又在生。所以你根本不到那个境界啊，所以就不懂得那个一体一味的时候，我们实在讲不出来。但我们就是发了一个心，就刚刚讲的小学生要读书要发了个大心以后，似乎可以摸到一点名貌，只能讲名貌，但体会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是这一念不生，就是根本就是大觉，同体是觉，那要念，念的名字打破，根本念的名字打破，同体是觉，所以一念不生，即名为佛。所以一念不生即名为佛，就叫做大觉。这有点，这边的时候讲话就有点像类似常常讲的那个颜回讲的，离名去知就叫一念不生。但你不能说离名去知啊，离名就是明白的明，对吧？去知，那你说这离名去知，什么都不知道了？不，他不讲离名去，他叫离形去知啊。对不起，离这个形状，去掉这个知，
但是你不能说那这个叫做一念不生，那什么都不知道的错。他不在行跟知上说知，他后面讲的叫做同于大通。大通就是什么？遍照。但你不能在上面立行立知啊。前面就是一念不生呐、啊，后面就叫做即名为佛。那这里面的这里面，实际上你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叫做通体视觉。我以一个小学生的智慧揣摩那个名相，就叫通体视觉啊。那我们不知道你们大概是中学生以上的，可能揣摩得更深啊。啊，即名为佛，不依地位见次而说，哪有地位见次啊？这里面还有小大见次吗？所以大小相都是什么？知道根本大小相、一身相都是空无所有。这里面讲到大学也是心的，讲到小也是心的，这里面还有地位见次吗？讲到前是心，讲到后也是心，讲到始是心，讲到末是心。他在始中就看到末，他在末中看到始，他不依地位见次说法的，他说始就讲末，讲末就说始。哪有见次啊？明知为顿。不以地位而说，明之为顿。于中不说法相，为名真性。这个真性，你不要说错了，那你就跟宗教那个性不是一样吗？他还是不说法相，说讲真性啊。这里面为名真性是超越声闻小圣的真，他更超越宗教中所说的性，他是根本什么真也不立真，性也不立性，叫真性无性，是名真性，不必再立真。也不必再立信，是真修正啊！一切所有唯是妄想，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妄想。为什么说是妄？觉随缘变化故，变化为妄。所以化又叫妄者，所以讲的乱妄者叫做化，随缘变化，随缘浮动故就叫做妄。都是一切都是什么随缘故，所以才有那个相会现在心上，所以叫做想。所以一切法界唯是觉言啊，唯是觉言，名为顿教。一切法界唯是觉言啊，叫名为顿教。好，我懂了，从明天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了，觉言顿教，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不懂二祖意啊，二祖祖师问他的时候二祖没回答，现在有人学了，问他，你干嘛不回答？我就在回答你啊，你不回答不就在回答吗？你跟祖师立那个相是完全不同的，祖师立相是为了什么？以此法故在传世未来，对吧？你不必还要再学祖师的相吧，已经有一个祖师现了就行了，你再学那就是，那是学，那你再现就是学。所以这边讲到唯是觉言呢，不要听错了，不是不讲话叫唯是觉言。所以被老师说，有很多人听到很多的法师讲啊，就是不讲话了，一句没有了。哎呀，你可能你体会很深，深不深自己知道。深呢，要不是说这一句话不说叫做深，平常的一些起心动念你都要能够体会。唯是觉言呢，一切起心动念也叫做唯是觉言呢，你都是觉了，还有起心动念吗？你还觉得心中所起的起心动念有说有事吗？有因有生吗？有言有说吗？有言有说，所以会随着这种气氛走；有因有生，所以会随着种种感觉流转；有说有事，所以你才可以它流浪。你还觉得有吗？你要是真正看到一切起心动念根本都是虚妄相想，从此以后看到一切起心动念现前的时候都是决心，这里面没说没事没言没因没有种种造作，这叫做唯是觉言的。在这里说觉言的，你千万不要说只是把嘴巴闭上。所以祖师说法，那达摩祖师问的时候，你不说二祖都觉言了，觉言了，初祖怎么还说话呢？对吧？那初祖更应该觉言嘛，初祖就这样，那就连声音都不能有，对吧？能吗？祖师说话都是觉言，唯是觉言，所以你不要老是学二祖，二祖只是示现啊，说话都是觉言，为什么？因为念头起处，所以一切刚刚讲都是一个觉心，觉心所以现一切，所以释迦牟尼佛灵山会上49年，他说我未曾说过一句法，是妄语吗？不是妄语，在大觉心体之中，
哪有说是，本无说是，众生多在忘卷以后不知道大觉心体说方便才现如是说是。那当我讲的这句话就让你能够证到什么，证到你的根本本来的妙性之中也是什么，无说无是的根本本妙清净嘛。妙境明心是无说无事，哪有说是，根本就是一心之体，哪有说是，这叫名为顿教。有说有事就是二，听得懂吗？就说是，心里所现念头还有说是吗？镜子现镜色，那镜色有在跟镜子说是吗？不必吧，有说有事吗？不必。镜子现镜色，镜色就是镜体，镜色不能再说是什么，对吧？根本不无说无事，这叫做。这个叫做顿教也啊，这个今天拖你们一点时间啊，我已经很快了。看到石牛改顿教，返本还原啊，本来清净不受一尘，大觉心上哪里清，本来就是一体，哪有一尘，尘相都无，都无啊，坐相都没有，观有相之枯荣，处无为之凝寂。所以他无，所以他常常能够什么念念之间，眼睛耳朵什么六根，所以这作用都在什么有相的枯荣上，有相荣枯啊，所以他的花开花谢他都能知道这些荣枯。但是什么处无为之凝集，你千万又不要跟那个宗教跟小圣教又弄错了，这两句话是要一体的，但是因为这用到众生文字啊，也要两句话写出来，你就会觉得是两句一起，有相当下就是无为之凝集，无为之凝集就是有相之荣枯。你千万不要说我在观有相之荣枯，但是我常常处在无为之凝集，那这是二。有相之荣枯当体就是无相之无为之凝集，无为之凝集当体就是有相之荣枯。这里面只方便说，这里面还要再堕到声音上面，那还是二，连这句话都不可以得，那叫做不受一尘。但是你已经知道就是在这上不同幻化，怎么是幻化呢？大觉心体那根本就不是幻化，那就不是随缘变化，大觉心体现前而已，就是心体现前，镜子现前的色它就好像是有相的荣枯，那全色就是镜体啊，根本就是在色上就是感觉到就是体，它根本就是一，这里面没有二句，就是一句，它不同于幻化，怎么是同于幻化？所以圆觉经还有一句话叫非同幻观，不是同幻观，也不是在一幻种种幻中做种种观，那这个不必现在拿出来讲，现在讲不同幻化其假修治，你不必再借种种修治了嘛，根本就是一心，这中间能有修治吗？觉得修治都还是什么，都是心起嘛，觉得修治不都还是随着幻化吗？觉得幻化都还是心嘛，还没还在假什么就修治，假就是假缘，假水绿山青坐观成败，所以在水里与山清，这个坐观成败，这已经是讲到什么大心性的自在，这表示什么？他绝对不会堕在里面，随他的随一切水里山清，就随种种尘缘，随他起起伏伏，随其他有成有败，所以他现一切其实都是一心了，所以叫坐观成败也是一心的，叫坐观，他永远不会堕在这种种荣枯上面，成败上上做坐观，这叫全体一心，全然是一体，叫做一心。再看记子，返本还原已废功，还本还原了，从此以后刚刚已经的人流都俱忘了，从现在已经返本还原，照着返本还原已废功，废这个字啊，在这个古德应该用字啊，他用这个废花钱这个废字，说文就叫散财物，把财物散出去啊，就一切力量都不必了，一切作用都不必，一切所得都没有了，散尽已废功，一切力量作用所得都没有，真如之下若朦胧，真当下即相，就任何法中接触，看当前就在这一刹那中，那个声响起，每一个电念头的接触处，就好像弹指一样，一声当下即相，它是什么？就根本就当体全是，叫做直相，当体全是若朦胧。你以为它是朦胧，只是讲做若朦胧。朦胧是什么？盲者叫做不可见，聋者叫做不可闻。众生的不可见是在见中不能见，叫不可见；在闻中不能闻，叫做不可闻，叫做聋。这里面根本都是什么？
你不可以见见，不可以闻闻，它根本就是一心嘛，所以叫若盲聋。虽然都用到不可见不可闻，所以叫若盲聋，对吧？但并不是真的叫做盲聋，那是骗一切见骗一切闻，所以若盲聋啊，不见不可闻。安中不见安前物，所以下面马上解释了，安中不见安前物是内外一如，见非是见。在心中还有什么叫心前物吗？全心就是物，心没有什么叫做心嘛，全托，所以一切心就是心嘛，一切心它不立心嘛，全都是那自心现一切心嘛。这里还有外界吗？还有二界吗？就安中不见安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红。既然不见安前物，但是眼前所有的一切随种种因缘就能够现出种种物象，依旧宛然。世间的物象，水自茫茫一样流，花自红，一些万法一样鲜荣，一样长流，一样鲜荣，花自红。顿教，这是顿教啊，讲得很快啊，再不讲快一点不行，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看讲义，于身上了知，身是缘起法界，菩提涅槃主办自在。这个时候刚刚顿教是什么？身根本都是说空无所有，已经证到空无所有了。这个时候叫是真正行者再去深入，再去当勤精进。他从空中，因为觉醒之中是处处不堕的，你觉得空无所有的时候他也不堕在空中了。这叫你善用自心时，这个心是绝对不会让你堕的，它只会让你在每一个所有的因缘修行上面，它会排除过去的业感，然后进入一种智慧。那在你的智慧再用功时，它又会脱去现在这种小智，然后再深入这种智慧。心就是如此，决心就是如此。只要是你善用时，它就是能够为你接引增上，它就是为你接引增上。你善用时，所以我说，这才是心法，懂得用心嘛。你不要老是定性了。世缘法就是这种灭苦定性了，那就根本不是善用其心的人。你甚至连一个达济众生十大利欲，我这个福德能够参着能够了之苦的这种福德，你都不让他积这个福，这个赔这个福，他怎么可能有这个智慧能够去体会呢？啊，嘴巴上讲都不知道方便执福，那这个大教也就断掉了，全都断掉了。因为他能够这样的为你增上，所以那个空中的感觉也没有了，全然没有了，就是觉得是空也没有，他在空中就是什么得自在了。既然是空嘛，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你知道法空，那你就能够担当一切。讲你不能担当还叫法空吗？法空还要讲担当一切都是多余了。所以法空的话，你就能什么？就能随缘啊，应缘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这个是从祖师讲的那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最后那一句啊，顿教是在最初。最圆满就是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最圆满处。我只是说这第三句哦，前面有一句叫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是凡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是行者。到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讲顿教。顿教在最初那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最初看到，其根本都是什么？根本都是大觉心体，叫水自茫茫，花自红。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心中能够现出种种用，随着应用，随现前应用。就好像你在镜子前面，你刚开始看到知道镜子的时候，镜体还要讲镜色吗？镜色就是镜体啊，不必再说种种镜色了，全然都是一体，都是镜体啊，那是顿教了。因为当顿教你这样智慧不断增上以后，从此以后从镜体以后就它就什么常常流出色啊，所以那时候常常流出色时，你担当色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常常担当一切名字了。刚刚讲的顿教不是说不担当啊，水自茫茫花自红啊，只是他不在水自茫茫花自红上再立种种名字了，现在依然水自茫茫花自红，但是智慧已经开朗，所以他敢于担当立一切世间名字啊，那叫做净名字，净名经的净名，清净名的，所以他就能够现大用，能够现大用。所以叫做身上了身是缘起法啊，缘起法界啊，缘起法界，菩提涅槃主办自在，身都是缘起法界，所以一切都是大觉性起。这个缘起法界要知道，全是全部称心所起，叫缘起法界。所以菩提涅槃主办自在，
在缘起法界之中，既然称心所起，所以根本的大觉心性就在。所以刚刚讲的菩提者，道之极也。涅槃是根本的清净无患的，永永无患的根本就庄严。所以它的根本的道之极，所以它能够随缘应现，根本就在无患之中，所以在应现之中啊，也不会堕，叫做菩提涅槃，主伴自在。所以在主就是菩提，现前就是涅槃，在主就是涅槃，现前就是菩提。菩提把大觉能够现一切，涅槃是他能够清净啊，非一切，不留不堕在过患里，主伴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如地势殿蛛网重重无尽境界，地势殿的蛛网网中撒出来重重无尽，这个人已经可以堪任务无尽了。刚所有的一切，刚顿教中的智慧，他都已经超越了。当然，他能够堪尽一切无尽，诸网自在。所以讲到为什么讲到地势网，讲到佛的智慧现出世间的地网庄严。所以这里面就是上次也讲到伏羲为什么结网，就是在这里说。所以你可以看看那个中国的祖先的公案，你们也可以看看，能够体会，也能够体会出心中的那种架网相，那个网布之相。我们不要每天一天到晚上电脑的网，就不知道心中的网啊。你电脑的网没有地势的蛛网的庄严啊。电脑的网常常就把我一下就网在那里，网了一个下午，一个字都没看啊，气得个要死。所以现在连网络都很少上啊。怕上一上不小心，扑通来一封信，看一下，请我看看那个什么网站，点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佛教故事。它下面又会出现一个，哎，再看一个，然后。哦，一个下午四个小时过去了，我就看了一封信，看了一封信，我也被网住了，对吧？所以现在也很少上，对吧？所以听说赵明思写了很多信来没接，哈哈哈哈！所以有的时候焉知非福啊，啊，他下载，好，他下载来听。此由一圣机性的，一圣机性，他不只是大，是根本是一圣机性也，即原教邪也，是一。根本全然是一呢，连大都不必立大了，全然是一了，大小什么东西都不必再说了，全然是一，能够入一一切法，非常入一圣即性，一圣就是根本佛圣，根本佛圣。看五教，原教，此教所说为是无尽法界，从此以后称理就是一切都是无尽法界，所以理中推测后面华严就讲到世事圆融。根本不必讲理了，全部都是一了，还要讲跟你讲理讲事吗？讲理讲事是二。但我要是，那你为什么不说理理圆融呢？理理你就会什么使众生废事、啊、所以一切文字啊，一切文字，一切教法，都是要什么应所有一切当土众生的根基。当土当然不是说只有汉传佛教，就是现在娑婆众生的根基。娑婆众生的根基，你讲理理圆融，那他就会废事。理理圆融在理上，所以讲的事事圆融就告诉你一切作用不失，但全然是理，所以那叫做一圣，全都是一，所以那就是无尽法界。所以一切事根本都是全事是理，全理是事，全事是理，所以叫做事，全理是事，所以又称为事，所以叫事事圆融，哦，事事圆融，所以叫做性无尽法界，性海圆融，从此会看到，所以一切称性而起，所以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不，一切法中那个都是大觉性，大觉中现种种觉，所以它一定能够相即相入，觉中现的一切，所以显清之时，黄之时，黄一定有清的种种的相即相入的道理。心一定有入黄的种相即相入的道理，在一切法中它可以互相摄入主办圆融，所以在阴中可以看到阳，在阳中可以看到阴，在种种五方之中能随取一方，能显具四方，在一切法色一切色相之中随取一色，能显具四色，对吧？一即一切相即相入，如地网珠，如地网的珠子啊，重重无尽，地网网络它重重无尽，骨干交错，地网珠呢？每一个交错上一个珠子，珠子是光光交然，互相照拂。所以这个珠中能够有千百个珠，就珠一珠中印百千珠，那每一个珠都百千珠，珠光交然。
所以叫做一法之中能够知一切法，一切法之中你都能够还入一法。讲到一提一个知道，你就知道在觉性之中现在一个提一个因缘，就可以入升起一切因缘，这叫做一教，这叫圆教，所以叫重重无尽。于中名一位即一切位，一位当下就是一切位。所以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你在以前像我常常讲什么一师一教一法一行，你都能够解释得出来了吗？这一位是一切位，不是一法就是一法，其他全然不能哦，落了就不行哦。那这叫做一法吗？意师就是你只能跟着我，你跟着别人你就叫做叛教，我只能跟着某某人了，我跟着我就是叛教。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叫我说不要宣传这本经子，我都不行。释迦牟尼佛现前了，告诉他说不要宣传这个本子，他都不行，让别人觉得哎呀，这个尊师重道啊，这个太尊师重道了，我们应该要学这种尊师重道。那写这个本子的他就没有尊师重道，你要从源说起啊，写这个篡改经典就没有尊师重道，古德就没有告诉你尊师重道。诸佛在经文之中说不要篡改文字，你就没有依佛的教法尊师重道，你却去学了不尊师重道的那个人来，你尊师重道，然后佛现前你都说我也是不听释迦牟尼佛的，你把这个当尊师重道，这才叫做叛教，这才叫做叛道。这就让别人错解，让别人觉得从此以后我可以不听佛的，我可以听个别人的，跟我有意愿的，我只要跟着他我就不能背叛他。这种用世间感情在那纠缠之下，我不能背叛他，对不对？就是胡说啊，所以根本都不懂义的，是根本不懂义的。所以要是依法，这叫做一位，这就能够明一切，一切即一位啊，一切为即一位。故实性满心即成正觉，名为圆教。你这边讲说实性满心即成正觉，实性满就是实地满，也就是实地满，性满之实。所以既然叫做一切位即一位，所以性满性最圆满足。你不要看到这个，我们只是在分教上面讲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要分教，但是叫做实性满是表示什么？一切功德叫做圆满才能叫实性满，所以这里就叫做一位法，这里到一位法。你不能在分教的教育上面讲这个五位五这个实性实住啊，对吧？这是分教。那一体叫做实性圆满时，实地圆满时，也是实一切性最具足时。一切性最具足时，就是一切法都具足时，就是一切性最具足，那才叫做性要圆满啊。来看石牛，柴门独眼，这个柴门独眼呢，叫这个柴就是心，这个柴就是过去我们讲的柴，就是能够烧火，心就拿这个做门。这表示这个念念之间所有的一切的作用不失，叫做这心不坏，就柴门独眼。但是呢，他从来不漏什么的真光，他不觉得，你不觉得他在主所有所住啊，所以叫柴门独眼，千圣不知啊，一切再圣再凡都不利，叫千圣不知。埋自己风光，复前贤之埋自己知风光，复前贤之徒彻，就从此以后。根本大觉心题上哪还有圣凡二字，所以这里面讲到埋自己风光是一切作用都已经皆空了，没有什么任何风光，根本就是一体一位，比已经超越一体一位了。所以埋自己风光复前贤之独彻，从此以后这里面还有圣凡可分吗？所以根本不立圣也不立凡，就全然是一圣凡根本不二，就是埋自己风光复前贤之独彻。提瓢入室，瓢是什么？瓢就是勺东西的，你要可以舀水，舀水酒喝酒，提着这个勺子来入室，表示他处处什么就可以跟你化缘，能够随处都能够与万物有众生结缘化缘。策杖还家，大觉可以什么？提瓢入室，大觉心底随时就像金刚经讲的时时释迦着衣持钵入舍卫达成，
所以在实时大觉心中，在现种种摄化时，你就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有着衣庄严相，就是法法布施，就是着衣相；持钵，就是念念之间都如法而应量的应量相，如法而应量。它要现呢，镜子现出镜色来的时候，你要不离镜体啊，不离镜体，所以在任何镜色上面，就感觉上就是披如披法衣啊。不离所有的镜中的所有一切现量啊，所以在每个镜色显处都好像是应量而显啊。只要能够不离如是法相，不离如是应量，那所有的一切镜色就是什么？就是镜体，就是你的大觉，就是你大觉受用，受用时，那就是镜体啊。所以叫做提瓢入室，然后侧杖还家，侧就是驾驭，可以驾驭，可以执杖，就是依持，表示什么？可以救路还家。你感觉到大觉是这样子去提瓢入室的，可是事实上在入室当下救路都是大觉，当下就是救路还家。觉心可以这样子，可以入一切成相的，但成相当下就是大觉。镜子可以随缘现青黄现黄现赤现白的，青黄赤白当下就是镜体。它能够随缘现，叫提瓢入室，现出来你就知道原来是镜子，叫做侧杖还家，就是杖他还家，看到家了吗？对吧？这叫做旧路还家。你看到直到色，你看到镜子了吗？直到这个，你看到家了吗？你看到侧杖还家。酒肆于行，化令成佛。酒肆就表示什么？众生啊，就是喝酒了以后觉得暧昧处，也表示无明。于行呢、啊？鱼你要知道，它一定是潜藏在水里，而且呢，水清啊，清水是不养鱼的，养不了活鱼活不了的。所以常常在法门中就讲说，鱼行水浊。鱼行啊，水就浊，在水中，水中就是流向形象，啊，所以鱼行就是众生的种种在浊水之中的种种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可以讲说就是无明原形，就是这前面这两个，无明现如酒肆，行就是鱼行，就是堕在种种有为的功用里面这种行，那后面都不说了，无明原形就能够带动后面所有一切十二缘起。都化令成佛，那个不是根本大觉心体，所以他能够担当所有在最无名处，能够担当所有一切随着他所有心行处化令成佛，顿教中教都能够知道了，何况这个原教也不能够证得，对吧？中教都知道阐提定性跟无性。定性无性懂了吗？相中就会有一个定性，知道这个体中根本非种种法，你要住在这里就要定性了。还有一个无性，就是你觉得觉起现前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觉，就一定会随它流转，从此就是不肯认这个觉，叫做无性禅体。你知道吧？觉心现前的时候，它就有这种作用，它就是它就能够把觉引起来，能够现，把觉引了，然后现，这是大觉的作用啊。镜子也是镜体引起来才能现色，你要是悟认识它就是阐提啊，你要是真人认识它又是你的大觉跟镜子的作用啊，这叫做阐提也能成佛啊，就是作用啊，阐提成佛啊。下面这个下面看这个记子，陆兄显足入禅来，显足就是赤脚啊，说文说就是足踩在地上，足轻地也。陆兄显诸入禅来，禅就是世禅，就是叫尘世中世禅。磨土涂灰笑满腮，你感觉到它是沾染了，有染磨土涂灰，你觉得是染吗？他不过这个笑满腮有点像讲的是游戏三昧，他不过是现而笑满腮。不用神仙真秘诀，你不必用什么任何其他的方法，什么秘诀，不必有什么金方仙丹，不必什么还要问金方遥遥谁是我，对不对？不必问。心直觉，直叫枯木放花开，所以这个大觉性体之中啊，过去你不见识，过去你在看到所有一切成像时，它都是生死的业障，所有一切生死的业力。但今天见识，就在如是世间生死的业力当下，世间所有一切败坏之相之上，都是你大觉觉华所开发之处，那真是华严处。大觉佛华严体，叫做直叫枯木放花开啊。方便先随便先这样暂且解完，后面还有一句讲完。此一因之上，
讲义啊，此意音上，就在这个意音上，由机有大小，令此法门亦复不易。所以刚刚讲说，之前就讲原因上的是说成之因，根本就是具足一切智慧，它具足的，就像镜子具足一切色，那具足一切色，你不能说师父那具足一切色，那为什么平常那就青黄赤白不一起写？它平常就要写在那里啊？谁跟你讲说具足，它就真的写在那里了？但要是它不具足的话，清来的时候它怎么能现呢？所以清来的时候镜子能现，你表示镜子就具足如是色。所以具足它不见得一定要是显如是色，也常显如是色，对吧？常显的不见得具足啊，不见得具足。是常不显的，你不能说它不具足。所以在这个一因上面，有机有大小，因此法门亦复不易。一切诸生呢，个个如是。所以一切世间的所有一切道理，一切所有一切修行，所以一切所有的众生起心动念，个个都如是。乃为如来无碍原因法轮常转耳。你假如真能够这样子是如此参实，纵然你现在还是肉眼，还是凡胎，我们不能够亲临种种的诸佛的法会，不能到法华会上，不能到楞严会上，但你能够这样子参呢，在你还没有真正见到真性以前，还没有办法真说身你的真正的心中的灵明能够超越身体的种种执爱以前，你在心中这样参都是什么？都是如来无碍原因法轮常转，都是在听如来转法轮，就是看见你自己的自心如来在转法轮。你能够心中能够证得如是法，将来总有一天你要就跟祖师一样，你会突然一下亲临法华会上，因为那个心能现一切相的，所以能够感召一切相，你才知道原来法华会上至今啊还未散啊，法华会上还未散啊。这是今年的经讲到这里，终于这希望你们能听得懂啊，希望你们这今天讲的这些让你们了解一下啊。本来不想说讲的那么麻烦了，这一张讲义拿来教材拿来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是应该会对你们有点帮助吧啊，会有点认识。好，不多说了，已经五点了，八张赶快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让那个老师傅在上面好了，在一指，简单的一式一指在上面好了。